我蛮喜欢的、啊，蛮喜欢的。自己的小孩啊，因为现在有干儿子干女儿了、啊，但我要报恩啊。报恩就是因为我经纪人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从我什么还不是到现在嘛，到他现在有自己的小孩，那我当然要报恩。报恩跟你生小孩。报恩就是我要不是就是报恩，我有自己的一个嗯。报恩不因为现在还没有嘛，那所以我会把他们小孩当作自己的小孩一样，就干儿子干女儿嘛。有啊，因为我都带干女儿，就是我出去玩嘛。对啊，对对，那小双的小孩，然后他生两个，生两个干爹，干爹。那你是因为跟干女儿互动，所以你觉得好像可以经常带看看？因为我常常说，我就会看我经纪人怎么带小孩嘛。我说，哎呀，你经不能这样子啦，你应该怎么样怎样。他说，不，你来带，你不要只是玩而已，因为你玩跟带不是不一样的，玩都是那种很短暂，玩玩很开心，拜拜走人了。可是最后都是由妈妈或家人来照顾，从小到大把屎把尿一大堆，有的没的，他心情闹脾气一大堆的什么的优缺点，妈妈是看在眼里，那我们都只看到优点，就是很可爱，妈妈骂了哎好好心疼哦什么的。我蛮喜欢的、啊，蛮喜欢的。自己的小孩啊，因为现在有干儿子干女儿、啊，但我要报恩啊。报恩就是因为我经纪人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从我什么还不是到现在嘛，到他现在有自己的小孩，那我当然要报恩。报恩跟你生小孩。报恩就是我要不是就是报恩，我有自己的一个嗯。报恩因为现在还没有嘛，那所以我会把他们小孩当作自己的小孩一样，就干儿子干女儿嘛。以前的老艺人，你觉得都讲的话都信吗？我信啊！你看那些其他的女艺人，有谁结婚了？我信啊！你问蔡依林，她说本来说几岁结婚，本来都是什么认定30岁啊，有没有？那后来变35岁啊，然后后来什么都不提啊。我担心年纪差太多，带起来问题。年纪差太多，我体力应该还可以。